酷炫 Bro 酱 Gang 麦，我是 Mac 赖明权，今天非常荣幸。哇！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许光汉还有柯佳燕来跟我们进行访问啦。因为呢，他们具有这个全新的电影叫做《想见你》嘛。从电视版变成电影版呢，13集的这个剧情浓缩成几个小时，你们演绎起来的时候呢，会不会觉得比较有难度？对啊，得讲说会。这次电影就只有106分钟，要把这所有的元素都一次到齐，还有新的东西跟新的框架、角色样貌。说到这部电影《想见你》啊，我所理解的是它剧情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时间线嘛，就是有穿越时空那样子啊，感觉上有多重的角色，你们就会有那个错乱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知道要拍电影的时候，开始读本的时候，就有发现一件还蛮奇妙的事情，是我们反而变成要去模仿我们以前演过的这些角色，有点自己模仿自己，考古自己的感觉。那对于这个电影版的《想见你》，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很多许光，还有很多柯佳燕。如果你有看过原剧情，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其实会找到很多的共鸣，然后也会应该会唤起你一些很多的感动，就是给我们给你们的惊喜。再来这一个比较好奇的故事里面呢，这一个爱情呢是那么刻骨铭心嘛？它会不会是你们想要向往的这个爱情？有点太悲了。对啊，这有点太悲了，有点太辛苦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要告诉大家，一般就是福。对，有时候平平淡淡不是不好，不一定要这么对，不一定要穿越这么多次才可以知道对方。赶客运啊，或赶火车，记得一定要对到点啊。所以呢，最后啦，想问一下，有什么想对我们马来西亚的粉丝说呢？马来西亚的粉丝，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收到你们的祝福跟喜爱，所以你也是有对，没错嘛。对，真的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跟大家见面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1月26号记得看电影哦。对，耶！1月26号去到全马的电影支持《想见你》啊！谢谢许光汉，谢谢柯佳燕，谢谢，拜拜。